最近王菲的演唱会有人评价可不是太好，可是谢霆锋依然在微博力挺王菲，说她是最好的，可见情人眼里出西施呀。要说王菲和谢霆锋复合也有段日子了，他们像多年恋人一样散步，恩爱日常可算得上是时时上演，可是两人却一直没有结婚的消息。谈到两个人的恋情，就不得不提赵默之了，她是谢霆锋的前妻，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因为孩子的关系，两个人一直有联系。谢霆锋偶尔也会父爱满满的带着两个儿子去游乐场玩，而谢霆锋的父亲谢贤曾表示不希望谢霆锋像自己一样孤独，那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因为爱玩疏忽了对儿子的管教，这几年和谢霆锋的感情得以修复，难道是害怕谢霆锋如果再婚会和儿子们感情不好吗？最重要的是谢贤和赵默之感情很好，他生日赵默之带孩子去给他庆生，他也表示欢迎赵默之回家，那么是因为父亲的话和孩子的缘故让谢霆锋一直不肯再婚吗？